选你的话，埃及艳后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好处？如果你们选我的话，我就陪你们贴身热舞，让你们回到那种还没有结婚的那种感觉。什么贴身热舞？让你回到还没有结婚的感觉。哎呦哇，是贴身热舞，还好我刚才有选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还好有选。我还蛮期待艳舞的这一段来了，我们欢迎埃及艳后来。哎，这个来好好访问一下，好快，这个子龙 OK 了，你好，你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马友荣，马小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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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第一次上我们节目哦，嗯，对，是第一次，身高171，哇塞，三围再告诉大家一次，32I 25 35，啊，你平常应该不太跑步了。我会跑步，但是会痛，会拉扯到，辛苦，对不对？会很辛苦。那你都做什么运动？我做伏地挺身，然后你不是一下就碰到了，你手都不用弯就算一下，对啊，都没有做啊，那边有。不是，其实大胸部的女生还蛮累的，我这样子做其实是要让胸部挺起来，不会下垂。哦，让自己会不会支撑力？做的时候越做会变越大，会不会？会挺起来。会挺起来，对，所以看起来会呆一点，但是真的会有提胸的效果，会比较好这样。对，那我们就直接开始福利挺身预备。没有吗？没有，没有表演福利挺身吗？示范一下。我今天穿这样子，我怕会掉出来，没有穿帮。哦，会掉出来，真的会掉出来。真的会掉出来。不行，怎么可能吧？所以说，你说待会要热舞的。嗯，对。针对着我们的张先生。张先生选你有没有很开心？有啊。你知道他是篮球界的很非常厉害的一个选手，你知道吗？嗯，打篮球的男生巨星好帅，打帅。OK。好，来，请就位。甜美的笑话，哇塞 ，No way， 哦，要来捞打架的，你刚刚在里面是，哎，甜美啊，出来出来，手上是好像在拿手哎，对对对对对，老娘那边占半级，你那边有 A 级享受。先录，我想要回家了，这算什么啊 ？OK， 哎，真的，唐总冷静，我要把你到最后处理啊，会吃醋吗？会，还好啦。但我想问一个，你真的有实力？OK， 上节目这样会吃醋吗？说真的，说真的，
当然是稍微啦，稍微啊，稍微，因为谁不选他就在那边挨挤挨挨挨。前面几位大哥选走了，好不好？就这样选。大哥怎样？你婚姻幸福你自己掌握。大哥怎样？开始解释了。OK。刚刚他心跳到达113，你的感觉是？畜生的行为。哎，请问一下，那个你婚前真的是小女人的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她就是在那边做效果。真的吗？你婚前也是大姐？不是啊。你上去张志峰跟我在一起，我告诉你，下个月结婚，不然你洗啊你。没有，了解我的都知道，我虽然在外面就是比较强悍，是，可是其实在家我就是对她百依百顺。现在也是吗？是，一直都是啊。今天回去也是吗？一直都是。会吗？今天结婚？今天稍微就是会比较强悍一点。OK， 其实还好，要上节目嘛，对不对？像我们想玩都玩不到，我可怜，我每次都分在这边，那边又在拉。你跟我趁机抱怨，对不对？每次都分到那边去，可恶了。漏晒就不要啪啪照，在家看三立新闻网，隔离就不要啪啪照。想知道疫情最新资讯，就要看三立新闻网，懂了就动作啊！订阅三立新闻网 YouTube 就是这么简单。